主我的神。能弹能唱，声音嘹亮，他是喜乐四重唱里的第一男高音。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喜乐有一个传统，都是从最帅的开始介绍。开朗风趣、好动活泼的李继吴，一出生就罹患先天性夜盲症和重度视神经萎缩，有一段苦涩孤单的童年时光和灰色煎熬的求学历程，原本彩色的世界对他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如今的李继吴却仿如光明使者一般，四处照亮角落里的孤单灵魂，透过音符为世界装点更多亮丽的色彩。创作的诗歌，你想要表达给你的听众是什么样的理念？哦，是，我是想说，能够让世人知道，特别我周遭的朋友知道，神是多么的爱我，也爱他们。嗯哼，不过继吴，其实我们现在从外观上看你啊，是看不出来你的眼睛是有问题的。但是你的父母亲是在你一出生就知道你的视力有问题吗？你是全盲吗？其实我是在3岁以后才被发现的。3岁以前，我自己跟我父母都不知道我眼睛是看不到的。那是3岁那一年，我父母他们因为我的行为，还有我常常跌跌撞撞，所以带我去医院检查。然后其实起初他们也不了解，帮我挂的是精神科啦。后来为什么挂精神科？他们觉得怎么跟我讲我都不听啊，因为我智商有问题，为什么听不懂？后来医生问我很多问题，我常可以举一反三。然后后来医生的结论是说带我去看眼科，所以检查以后呢，我父母才知道说我原来是出生就患有先天性的夜盲症，加上重度的视神经萎缩。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被判定为这个视障朋友。所以你的眼睛可以看不到影像，可是你可以看到光，对不对？对，有光的，有这个应该叫做光感，但是呢影像是没有办法看到。不过父母亲，我想在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应该是蛮受打击的，对不对？对，其实他们我说过，我3岁以前是寄予全家的爱于一身的。那但是3岁自从被诊断出我是一个视障朋友以后，其实我们家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因为可能那时候也比较传统，也比较保守，然后这种医学啦，或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啊，这方面都还不是那么的普及，所以我父母他们就进入到一个很愁苦的当中。因为父母亲可能一开始是有点难接受，还没有办法平衡回来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你是被关着的，对不对？是，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嘛，母亲是原住民，基本上母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可是我父亲呢，因为就说他的自尊心，而且不太能接受这种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残障孩子，所以他的选择就是把我关在家里，甚至有朋友来就把我叫我进到房间里面去。所以当别人问他说你那小孩呢，他常常就说他外出了，或者去朋友家了，或怎么样，所以几乎有2年的时间是被关在家里面。所以你被关着都在房间里做什么？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听音乐，听什么，然后他们就把收音机开着，甚至有时候就是反正只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就让我自己去玩这样子。可是因为你之前是很好动又很调皮的，没错，常常在外面是玩得全身脏兮兮回来的，可是突然怎么会一下子爸爸妈妈把你放到房间里去，你会觉得心里很怪，你就觉得为什么？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感觉是我不乖，
因为父母叫我不准那样，叫我不准这样，可是我出去回来就是把衣服弄脏，要不然就是把自己撞得鼻青脸肿。我自己事实上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说我好像父母是觉得我不听话，所以当我被关在家里的时候，其实那种好动的心是没有变啦，这里丢一丢，那里甩一甩，或是这里撞一撞哈，那就是有时候就在窗户旁边听着外面的小朋友在那里玩，他们经过的时候啊救啊或者什么这样，可是只能在那边跟他们哈呼应一下，甚至最后就干脆算了，又不能出去这样子。所以其实你那个时候还不晓得说你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只以为说自己导弹弄脏了，他们在生气这样子而已。对。哇，那一年过后呢？是有，我记得那是将近快两年了啦哈。那我父母有一天把我叫到面前来说，哎，你今天要早点睡哦，明天爸爸妈妈要带你去台北玩，因为那时候我是住在新竹哈。然后我很高兴，我想说大概爸爸妈妈又开始爱我了，所以我那天很乖，我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印象很记得，就说他们有我也准备两个大包包，然后就带我到台北去玩。那个时候他们带我去了一个很多小朋友的地方。好，我因为你知道太久没有跟小朋友玩，而且那边的小朋友特别的热情。为什么？我一去的时候，哇，不管是男的女的，啊，总是把我当作好朋友一样，就带我去玩花溜滑梯啊、荡秋千啊，甚至他们很多宝贝都跟我分享这样玩。可是就是因为到了我自己觉得我身体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就是到了这个天色渐渐暗的时候，我莫名的恐惧就出来，加上过去的经验，我怕我又把衣服弄脏了，我怕我又撞伤了，所以我就开始叫我的爸爸妈妈，很恐惧，然后怎么叫也都没有人理我，叫了一个钟头啊，两个钟头，叫到我印象就是我没有力气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觉我睡在一群小朋友当中，有一位阿姨到我面前，很温柔地告诉我说：“季吾，从今天开始呢，你就要跟这些小朋友住在一起了，因为你爸爸妈妈把你交给我们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我爸爸妈妈偷偷地送到孤儿院。我几乎有半年的时间是每天都在掉眼泪都在哭的这样子。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那个小的时候，你知道小时候最希望跟父母在一起的，可是我却离开我的父母，而且在那个陌生我不熟悉的环境，也更常常去撞到东西，更常常碰到很多的挫折，所以我常常就会很埋怨我父母为什么要把我送到孤儿院。所以当别人跟我提到父母的时候，我几乎不愿意去提他们，很气愤。对，甚至于人家说你父母就拿我都死了啦。所以你知不知道是因为眼睛的关系？不知道，那个时候都不知道。那所以那个时候的心情一定格外的难以去调整。对，当我碰到挫折的时候，我的那种怨恨都会投向我的父母这样子。从小活泼开朗的李继吾，原本并不知道自己的视力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直到进了育幼院，开始一连串辛苦的学习生活，才开始尝尽视觉所导致的挫败与隔阂，黑暗也就逐渐蔓延到内心深处。李继吾的成长岁月也就比一般青少年来得更加苦涩难熬。后来是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才知道你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的眼睛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记得我进幼儿园大概一两年的时候，大概一年多了，然后我有一次同学们跟我玩，不小心把我衣服用那个好像被墨水还是笔弄脏了，老师呢就要我去把衣服洗干净，然后偏偏我们的老师又是新来的老师，他也不知道我的状况，然后就叫我进去洗，我洗了大概20分钟出来以后，老师就说没洗干净再去洗，我连续大概进进出出5-6次以后，老师就认为我是很调皮很顽强的小孩，脏的地方偏偏不洗，他就说我告诉你李继吾，如果你不洗干净你今天晚上就不要吃饭。等到快8点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有个老师回来了，那个老师知道我的状况，后来他说继吾怎么了，他就很气愤说这个小孩哦，很不听话，把衣服弄脏了叫他把它洗干净，他偏偏什么地方都洗干净了，就是不把那个墨水洗掉。后来另外一个老师才跟这位新来的老师说，啊，你误会他了，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他可能看不到脏的地方，所以那个老师知道以后，哇，当场把我抱住，然后呢就用了很多的安慰的词句，甚至于我的感觉就是甚至带我出去吃牛肉面什么这样的。可是我觉得心里面那时候委屈跟挫折
好，就是从我心里面上就是起来了。为什么我就要被每次都要被处罚？嗯哼，我都有时候被处罚都不知道，洗不干净我也不知道，我真的用心洗了，从领子、从袖子、从什么，我几乎都洗掉一两块肥皂了。你进这个幼院之后，父母亲有没有来看你？偶尔是有，我的父亲他甚至于我知道他很爱我，很关心我。那他甚至于你知道吗？常常来看我的时候，他都是老远的从新竹哈、哦，捧着一大碗的大瓦公啊、哦，里面是什么猪肝，然后他到庙里面去求那个香灰，香灰配猪肝啊，吃起来沙子配猪肝，又有怪怪的味道。我每次吃都每次吐，而且常常要逼着我喝那个鱼肝油，喝了也是吐。我父亲差不多一个月会来大概一两次，就是端那个猪肝给我这样。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助你治眼睛啊？对，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我印象很深的，我甚至最后都很怕他来看我，干脆他不要来，一来我就要吃那种东西。为什么只有父亲来看你？在我国中以前，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母亲为什么没来看我的。嗯，那后来呢？你怎么？后来是我在要国中的时候，升国中的时候，我姐姐告诉我说我的父亲过世。嗯哼，然后又把说我妈的事说改嫁。其实我在大概三四年级，应该算是四年级左右，我其实父母因为感情失和，哦，然后就离婚了，那我母亲就又改嫁，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嗯哼，所以后来我其实我心情的转换是对我母亲是不能谅解的，嗯哼。不过你也蛮特别的，因为你国中和小学都是在一般的学校上课的，对对对，没错。你怎么学习？你怎么跟得上别人的进度啊？所以我读书是几乎靠背的，老师练一遍给我听，我不敢说我过而不忘，但是我很多的时候老师念个两三遍，像我小学的书，我印着记得三年级随便找个三年级的，像他有什么春光好，风和日暖，春光好，结伴游春娇，你桥夜晚流水架桥，两岸杨柳随风飘，豆花香菜花香，桃花李花迎人笑，或是第四课，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听狂风怒啊，这叫我心里害怕，爸呀爸呀，只要你早点回家就是空船也罢。你到现在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打死我忘都忘不掉，因为我们是老朋友，就是从小到大我们用的方式就是记忆。嗯哼，所以就要学记忆，就找我们最好了。这记忆的被训练的特别好。对，因为就说我们其实听觉就像我们的视觉一样，听进去，如果我们都还记不住，那怎么办？甚至常常说，我你知道，我们都有发课本，有时候就拿跟同学一样拿着这，后面常常说啊，不要拿反了，还装模作样。或是同学们在体育课，我也要跟他们去玩。嗯哼，甚至我曾经争取说，老师，为什么你每次体育课你都叫我在旁边随便我？我说我也跑得很快啊，后来老师有一天把我叫到面前，哎，好，我们这是校庆，好、哦，我们有接力赛，你就这样子，我悄悄训练我看那个白线，因为我不是有光，他就有那个白线，对不对？你就是看那个白线，你就跑，哈、哦，你就是不用什么都不要看，就看白线跑。试过几次以后，他跑得还蛮，方向还抓得蛮可以的，而且跑得很快。就那次，老师就让我在接力赛跑最后一棒，因为跑得很快。哇，我很高兴啊，觉得说总算我的争取得到了回应。所以那次在运动会的时候，真的我们班上也跑得很快，然后都我前面那棒跑走了以后呢，我就后面就等着后面，就听到有脚步声来了以后，我就赶快把那个棒子啊，就手伸得很快，摸到他手把棒子一抢过来，哇，就往前冲啊，照着老师的方子冲冲冲，很快就跑回来了，跑回来我还跳得很高耶，这样子啊，后来就宣布成绩我们班上最后一名，因为我拿到别班的棒子。老师怎么喊都没有，我都没听到，我就想拼死了就跑回来，可是因为是最后一名，后来同学们都是你啦，叫你也不理，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后来那时候从那个时候，老师说啊，算了，你还是去做你想要做什么，你要睡觉什么都好。所以那个时候后来的挫折就更大。我相信你小小的内心是蛮受伤、蛮难过的。没错，特别是到了，我说国中好了，你可能之前只不过就是你打我打回来嘛。对对对。可是你一个叛逆期，你就会开始发现自我定位、自尊心等等问题会跑出来。没错。你那个时候反应会不会很激烈？因为我那时候记得我自尊心特别的强烈。因为常常会听到人家在后面骂啊，那是拖汤，那醋包啊，车没了。听了就很难过。为什么我就一定要被人家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我因为你知道，人家从后面丢个粉笔来，丢个板擦来，或是打我一下跑掉，我一定抓不到的。一次算了，两次算了，没办法。后来
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好，你不承认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人也是丢板擦，把我丢我丢到我头上，那你知道板擦一丢来，一定后面就一块白白的。对。后来我就问人，没人承认，大家也在笑。后来我就拿起那个拿起我们的扫把，我就把一面的墙的玻璃全部打破。就他们叫老师来，老师说李继武，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就直问老师，老师如果今天你看不到，你被人家常常用板擦丢粉笔丢，而同学们都不讲是谁，我请问你作何感想？我会跟老师理论，理论到老师都没话说，最后只好叫全班到外面罚站晒太阳，拿一个椅子然后摆在树荫下叫我坐在那里，那我就在那，后来我坐在那我就笑他们，好啊丢啊，以后你们再丢啊，嘿、hey, 我这边很凉哎、欸、我就开始跟他们那个，后来我都是用这种方式，你今天如果谁欺负我或是谁拿我东西不承认，我不是把玻璃打破就是把水桶摔破或是怎么样，所以后来同学们都不敢这样随便欺负我，这样。所以你用了一种发泄比较激烈的方式去表达你内心的愤怒跟抗议，你甚至还组过帮派啊。其实哈、哦，要说帮派也，现在想一想，真的也不是，那真的是，只不过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这种看不到的，说又瘦又干的，或是又高又胖那种，跑不快又没有力气的这种人啊，我们最容易有同理心了。往往同情我的都是这些人啊，可是他们又没有能力帮我。后来我们是有一次偶尔的机会，他们看不顺眼的，三四个人跑过来啊，后就加上我五个人呐、啊，就去打一个人。哇，发现那一个人啊虽然很壮怎么样，可是好像我们五个人抓头抓手抓脚他就没得，就没办法反抗啊，哈、啊、那时候忽然间觉得很有成就感。后来我们就悟到了一个原则，一根筷子折得断，两根筷子折得断，三根让你折得断好了，一把你折不断吧。后来我们就从五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甚至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后来有一天是这样子，一个同学出去就被人家用扁钻捅了、屁股被捅了一刀、后来呢我们要找那些人算账，哇，我们已经悟到那个团结力量大了嘛、那时候大概有五六十个人了，我五六十个人大阵仗就去找，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是读银桥国中，我记得是那时候是靠近附近的厦门街的帮派搞人，就是伤害我们。后来我们就去跟他下挑战书，就他们也接受了。有一天我们五六十个人就跑去，哇，都是学生嘛，大家去了以后，哇、哦，那些都是高头大马的哦，哇，那就有个人就跑到我面前来，领导爱下兵郎啊，啊，是你是哦，哦，你给我看，我看好你死哦，你给我看，你把这大亮大绿哦，会死哦，就你知道他越讲我越气，我就，他说你给我刚你刚刚为逃奸给啊，你再往前走就给你死，谁怕谁啊，我就一直往前走啊，一直走了七八步以后就听到天啷一声，为我踢到了什么钢筋水泥，后来就。压力压啦，刀子顶在你脖子前面，你都不怕？哦，我心里寒了一下，啊，刚刚原来是有刀子顶在我脖子，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是因为看不到嘛？刀子顶在我前面，我根本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我就往前走啊。哎，如果我有看到刀子顶在你脖子，你知道那个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当他为什么他会只问我？因为我后面四五十个人通通躲到三十公尺以外去，所以其实是剩我一个人。剩一个了。后来他也不知道我眼睛看不到，就说哦，我这个有种不怕死。哇，后来他们就丢了几一两千块给我们，好像要叫那个人跟我们道歉。嗯哼，那个时候我就莫名的就被选为帮主。后来我们就说我们要成立，既然有帮了嘛，就要有帮主，就要有一个名号啊。后来我就说我们要叫正义帮。我那个时候其实上是我知道现在想是偏了，可是我那时候想法就是我要行侠仗义。有一天是受到刺激了，就是想到喝农药好了，打开仓库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觉得我是要来死，其实这是迫于无奈。后来我就赶快摸，总算摸到瓶瓶罐罐的，我就很快的把瓶盖打开往嘴里灌，一罐没事，再拿一罐没事，三罐没事，四罐灌到五六罐没事，但灌第七罐的时候，后面就有声音说，李继武竟然半夜起来偷喝牛奶。尝试过各种自杀方法的李继武，
曾经对未来毫无期待，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都像打空拳一般白费力气。怨天尤人的哭声和呐喊，竟然是在决定结束生命的那一刻得到了回应。从此李继吾像换了个人似的乐观积极，凡事感恩。为什么那段时间你还想过要自杀呢？唉，你知道吗，曲终人散人去楼空的这个滋味，我这个人是这样，一到了夜黑夜就夜晚的时候，大家都要离开，就要离开学校，我要孤独的回到幼院。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可以享受浪漫的夜晚的时候，也就是我最孤独最寂寞的时候，因为什么也看不到，很多的忧愁都会上到我的心头。我打工，我去打工，人家说叫我包鱼饺，啊，找到一个暑假打工啊。后来我包出的鱼饺像个水煎包，自以为很有创意。后来老板说啊，你这样包下去我们一定亏本。我去电子工厂打工，红色绿色白色分不清楚，常常人家再做一次。所以打工都碰到挫折，读书又赶不上人，面对要升高中的时候，我又没有办法联考，因为那时候我说过，我不是在特殊教育，而那时候特殊教育也不是普及，也没有人能帮助我，所以我就觉得，回顾过去不堪回首，想到未来是一片的黑暗，所以我真觉得说，感觉到说我人生是一片茫茫，没有前途，所以常常就会觉得生不如死，活着没有意义，感觉像行尸走肉，所以有一天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我一个念头就说，那我死了算了。所以继吾，你第一次尝试自杀是用什么方法？我告诉你，我曾经想过上吊、割腕、跳楼，哈呀，那都感觉最后没有勇气啊。只有一个方式，有一天是受到刺激了，就是想到喝农药好了，因为农药也不会被人家发现，然后自己默默的就死了。所以那天晚上，叶幼燕的小我室友都睡了，我双手双脚摸在地上，怕去撞到东西被人家发现，摸到仓库去，打开仓库，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觉得我是要来死的，其实这是迫于无奈。后来我就赶快摸，总算摸到瓶瓶罐罐的，我就很快的把瓶盖打开，往嘴里灌，一罐没事，再拿一罐没事，三罐没事，四罐灌到五六罐没事，但要灌第七罐的时候，后面就有声音说：“李继吾竟然半夜起来偷喝牛奶，啊！”原来是什么？眼睛看不到，太紧张了。拿到的是右边的牛奶，难怪越喝撸拎撸刷嘴，一罐接一罐呐。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被老师当众处罚说：“李继吾啊，晚餐不好好吃啊，半夜到仓库去偷喝牛奶。”老师不知道我要自杀，我也没讲。你也没讲。可是，因为真的我感觉又被羞辱了，连自杀都被羞辱。后来我那天去学校，我决定不回来。我就告诉我同学说，老师要我留在学校补习，然后我就同学都走了，天气也暗了，我摸着学校的围墙走到我们银桥国中后面的一条溪叫新店溪，当我摸到水的时候，我眼泪又掉下来了，可是我觉得我心里的委屈各种，我告诉我自己就要解脱了，我就跳到水里面去，跳下去，因为我不会游泳，我想就解脱了，没想到水花溅得很高，可是水只到我的腰，淹不死啊，所以我就往前走，真的水就漫过我的胸膛，灌进我的嘴里，我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很难过，我继续向前走，可是很奇怪，那个水怎么越来越浅，就当我发现是因为打喷嚏，那个适当朋友看不到，那个方向歪了，又往岸边走回去了，走回来要再回头走回去的时候，被三个壮汉从水里拉出来，为什么他们觉得我怪异，我穿着学校制服，背着书包，里面装的都是我心爱的东西，我要带他们一起走，可是那天没又被抓上来，被带回学校，送到我们老师家里去。我原本以为我要又要被处罚，那这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你知道，一个适当朋友已经无奈了，想死又死不成。那天晚上，又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生命的转捩点。第一个是原本从幸福美满的，就是我三岁以前。对。三岁以后，我的人生开始进入到一个深渊谷底，可以说进入到一个无边际的黑暗当中。可是那一天晚上，我自杀第二次被带回老师那天晚上，为什么我说是人生的转捩点？因为我没有被骂。许多人平常我的同学见到我是敬而远之的人，因为我是帮主嘛，他怕又被我贬。
可是那天晚上有人抱着我，有人握着我的手，有人鼓励着我，特别是我很清楚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我，耶稣爱你。什么是爱？如果是爱，为什么今天我被送到孤儿院？如果耶稣爱我，为什么独独只有我一个眼睛看不到？我抗拒，我反抗，可是我确实感受到很多的温暖，从来没有感觉到，你知道，一股暖泉从我心里面好像活泉一样这样涌出来，我深受感动，我一面抗拒一面掉眼泪。那天晚上是一个家庭聚会，一个老师家的一个家庭聚会，对，一个传道人走到我面前来，他几乎半跪着在我面前说，继母，我告诉你，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家人，他们都爱你，因为我们的大家长耶稣他也爱你，你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把你从死亡边缘救回来。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渴望这样的爱，可是我讲不出口，因为太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实际了，可是我心里面却做这样祷告，主啊，你接纳我，你知道，我想我把我的心，我虽然没讲出来说我想读书，我有很多的理想。那天晚上，那天过后，神接纳我这弱小的生命，没有到不到一个月，我老师就把我送到启明学校。不用联考，一个条件就是你要两个月当中背会点字的那些盲人符号。我为了要能够读，我两个月以内就背起来了，还会摸。哇！我顺利的进入到台北市立启明学校，继续在接受高职的训练。后来我进入盲校，我专心的读书。老师把我带到教会以后，我发现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像我的家人一样，虽然有时候我在唱诗歌边赞美会边流泪，可是我感觉到耶稣基督的爱常常能够带给我完全的安慰，然后弟兄姐妹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在教会里面开始慢慢建设，把我过去自卑甚至阴暗的角落开始去建设得更健康更光明。而且我告诉你，当我受洗归入主名接纳主以后，神彻底改变我的生命。过去我还有一点自卑，还没有盼望，还没有完全有盼望，虽然人生觉得比较喜乐，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接受主了以后，神真的接纳我，完全让我的生命啊，变得更有魅力，更有自信。启明时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如果我们说黑夜无尽头，那我们不如用爱来点亮生命。高中毕业后，李继吾和同学一起进入伊甸基金会接受按摩训练，但爱表现的他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按摩师傅，因此误打误撞地踏进了广播天地。很高兴今天又在启明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这一个礼拜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在录音室里，他找到了舞台，多年苦练让他成为全台第一位视障录音师，台湾大大小小的表演殿堂都有他的足迹，视力不再成为他的障碍，在录音广播的天地里，他找到自信和使命。真的吗？继武，你是怎么到伊甸的？事实上是这样子哦，我在到伊甸以前，我离开学校以后，你也知道我举目无亲嘛，那我就必须进入按摩院有个工作，我才能够继续有个安身之处嘛。那可是那个时候两年我是预备考联考啦，我要继续想要升学，考就文化音乐系，所以我考了两年哦，其实都没考上。因为我告诉你，不是我要在这里，不是我成绩不好，是因为我在考试的那一年，文化大学音乐系的西业组不收盲生了，就关闭了，只有国业组收盲生。我短短一个月啊，我本来是学钢琴，对不对？用钢琴做主修去考，我去学邦迪，一个月学邦迪。后来考试，大家学科都差不多，我就输在数科，因为其他人都是主修国乐的，我吹迎春曲啦，吹到我，你知道那个一面吹啊，那个笛子也一面发抖啊。就老师说，你吹得不错，你学多久啊？我说我才学一个月哦，教授，很有潜力吧？对，很有潜力，你再学一年哦，你下明年一定可以。我就没有上，你知道吗？第二年我就声乐，我唱歌，我就唱，我记得我天伦歌，人间有福以我独，唱得很有表情，还掉两滴眼泪。就老师，那教授又说，哇，你唱得真的很好，你学多久了？老师，我没有跟老师学，我就是自己学，然后我学练准备了半年。他，我告诉你，你找个老师学，明年一定会上。我很大的挫折，真的是说，就像那首歌一样，
天伦哥，我真的倚天劫轮或什么，很自卑。我在我那时候再回自又回到那种自卑的时候，我又回到神面前祷告，不出两个月，神就透过我们这些伙喜乐的伙伴呢、啊，一个约一个，哎，我们到伊甸呐、啊，他有那边有个诗班呢，哎，那我们去那边唱歌啦，我们都爱表现呐、啊。后来就在里面没有半年，刘霞刘姐就把我跟德昌挑出来做二重唱，他们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唱，哎，感觉这还有这个舞台，而且这人生没有那么苦难苦嘛。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有另外一个专长，就是广播录音。你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个领域？事实上啊，我以前就爱表现了，比如喜欢主持或是喜欢相声。好、哦，后来就有一机会，就是在过去现在的汉声电台，过去的军中电台，那就有机会有一个节目想要跟伊甸合作，我就被选为在里面的只有两位跟他们配搭，一个是主持，一个是制作。我就成为你这个节目的制作，然后负责音乐制作，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走向这个好广播这条路。然后这广播同时我也喜欢录音，也喜欢主持。主持是给我了单元主持，可是我总是想要录音，就没有机会坐上控音台啊。就有一次那个控音师啊，你知道我们那个录音师啊，他年纪大60几岁了，那你知道军中面都是那些军职的嘛，哈，对吧？就他常常一面空一面打瞌睡，我就常常就觉得怎么音乐都放迟了，或是音乐没了，他都不知道，我都要推他一下哈。后来有一次也是录一集节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跑进去跟那个主持人在分享，我说：“哎，我告诉你哦，那个外面那个老头子，那录音真的够混的，如果由我来录，比他好百倍，我告诉你哦。”忽然间，那个主持人就用脚踩我，你知道？我说干嘛性骚扰，他就掉一句话说你死定了你。我想说谁死还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就进又回到录音间，好像一间播音间一间录音，回到录音间我就坐在那个控音台旁边，我说好、啊、庞爷可以开始了，因为他姓庞，我都叫庞爷，庞爷可以开始了，嗯，他就不录，我说可以啦，哎，我中午还有事，哎，你看你有屎，你有屎了不起，你也请人，你在背后说人的坏话，你说什么呀？你骂我老头子，你录的比我好，那干什么你啊？年轻人啊，我好的不学，学坏的。你录啊，你录啊，你给我来录。哦，我真的恍然大悟，原来我那时候你知道刚接触那种广播，不知道你麦克风里面可以监听啊。后来他就硬要我坐在录音台，一面骂我就把我拖到录音台，他说你有种你就给我录，我看你怎么录。后来说我不会啊，庞爷，抱歉，不好意思啦，我开玩笑的。开什么玩笑，说就要做得到，告诉你不做了我枪毙。嚯、哦、那军人动不动枪毙这样。后来我就坐在那边、啊、手一直发抖。录啊，把麦克风推上去，告诉他手举起来挥下去就好了。那我说啊，这个这么简单啊，难道有什么困难？他就抓着我的手推那个飞的，你知道哈，然后他就帮我按录音，手挥我就挥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抓着我手，帮我放唱片。从那天开始，他让我做录音桌啊，他居然开始教你，可是你就被我讲他坏话哎。对，然后他每次来都骂我，他每次都警告我下次不能不来，你知道？就从那足足一年，他就是这样教我。后来你知道，他就像我干爹一样，有时候当我录得好，他下次就带东西来给我吃，这样啊鼓励我这样。我们大概接触有3年。哦，那常常一起出去郊游，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录音。后来我自己回来也跟我的老师哦借那个盘带机，你知道我在那时候我办公室在光复北路，台北光复北路，那我就跑到忠孝东路4段那里去跟老师借盘带机，然后我找一个人带，我就抱那盘带机好10-20公斤哎，就从忠孝东路抱回伊甸，常常就这样练到人家下班都走了，我都废寝忘食。哇！然后后来喜乐在演出的时候买了在香港买第一套音响，后来你知道我们在听，有时候会嫌老师调得很差，有时候也被老师知道了。好啊，那个李静武来，你来调。哦。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又学 PA， 调现场的音响。哎，在庞爷这样的教导之下啊，你变成全台湾第一个视障的录音师哎。对对对，那、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号。对，因为我在。实际上以现在在盲界来说，然后社福界来说、嗯、看到李继武就是录音跟广播的象征，因为这是一个新职种嘛、嗯哦、那因为就是那一阵子的流泪撒种。你的流泪撒种花了多久时间出师的？哦，我告诉你，我足足花从
主持节目录音这样子，我主持这大概有五六年、而且常常我薪水三分之二都是自己去买唱片，那时候还没有 CD、去买唱片或是报在汉声电台去报一大一二十张唱片回来选歌。后来我的录音就是开始教课，开始训练人才。后来伊甸从一个节目、两个节目、三个节目，从跟汉声电台甚至正声一大堆很多电台去合作，那我也训练很多的学生，也开职训班。那最后就变成说我变成说广播节目我主持，那录音就交给人，我就开始做 PA、从 P 做录音，现场录音，从国家音乐厅、大厅、小厅、国父纪念馆、社教馆、一直到台中的中山堂、高雄什么，录过演讲，录过合唱团，录过很多，通通都有，作品一大堆，也跟教育部合作做了很多关怀视障或是如何与身心障碍者相处的系列有声书、小时候我唱的不是儿歌，都唱这种歌。小河弯弯，流水不断来，河里的水滴跟着飘过来，流水站在江面的天门，问一声我的爱情哪里来。恰恰哎呦妈妈，真的是常常人家听的我说哎呦我的妈哟。身为伊甸喜乐四重唱的第一男高音，李济吾经常用歌声传递喜乐的好消息。四个大男生一同练唱，一起生活，经历上千场的演出，足经遍及世界各地。除了演唱，李济吾还能演奏各样乐器，也从事诗歌儿歌的创作和录制，一生的才华全投注于公益事业上，为的就是让更多的视障朋友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并用上帝的眼光来欣赏周遭的美丽事物。你说你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转捩点，我相信 有另外一个转捩点是你人生可以真正展翅高飞的，就是你变成喜乐四重唱的一员。没错，对对，因为我在喜乐合唱团，事实上我们当初都是被刘霞从这个伊甸的这个古音十班里面找这个应该是甄选出来的，而且他选择是男生四重唱。你知道我们这四个人不同的个性生活在一起哦，真的是要磨哎，四个眼睛看不到的，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要学习独立啊，学习独立就要分工，那我偏偏分工的是厨房的工作，有时候要煮一点水啦，有时候甚至于要煮一点什么米炒米粉啊或什么，你知道就常常有一次我记得在炒米粉的时候，炒完之后大家吃，李济吾你有进步咯，今天还会放黑 V 哦，放那个小虾米啊，他们在说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哪有放小虾米啊，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后来吃到最后还有那时候正好一个同事看得到的哈、就跟我们一起吃，就米粉挖到叶下面才发现怎么有一两只蟑螂在下面，已经被炒到有黑 V 味出来了、后来大家吃到最后、怎么是这样，这时候大家分工，然后虽然会有这个挫折，会有不同的个性，比如说我的个性比较急比较强一点或怎么样，可是都让我们在里面去磨练，而且说实在在喜乐里面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彼此接纳，而且甚至于要接受军事化的教育啊，你看刘霞刘姐就请普乐老师这个作家教导我们诗词，一天到晚要练这个古诗啦，每天要摇头晃脑啦，关关雎鸠，在河之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常常背还要摇头晃脑，我们想背这个干嘛，原来是奠定我们创作的底子，然后找那个语言家，就找一些人中文系的这些教授来教我们说话的艺术。你知道以前我第一次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刘姐在前面分享完毕啊，我们请喜乐的一位
然后最帅的啊，记录出来分享他的见证，五分钟，他给我五分钟，我第一次分享讲到五十分钟，我讲到啊、哦，好，我就要结束了。不过我要跟各位讲哈，你们一定要记住，人生乃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就结束了，结束了，好，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哦、记住我前面讲的那一点。不过乃姐，我再复习一下，就说用不同的这种经验，唤起我们在面对人生、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成长，甚至于我们要去负责行政工作，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自我管理。怎么样是去把事情料理得好，重点就是要能看到我们不是视障就不行，视障只是失去了视觉的功能，但是我们其他的感官其他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嗯哼，所以我是觉得这人生的一些关键点哈，就是从喜乐的一个军事化的训练，团队的这种哈要求，让我们每个喜乐不但有独立性，而且都有一份使对社会的一份使命。不过你大展歌喉不是从喜乐开始，听说你从4岁开始就可以靠唱歌赚钱了。哦，对对对对，啊，因为既然谈到小时候，就要稍微秀一下，来秀一下。因为小的时候我说过，我常常被关在家里听那些流行歌。对。当我有机会出去的时候，那些叔叔伯伯啊，都觉得我唱歌唱得不错，然后常常说啊，唱吧唱吧，唱一首歌给1毛钱。那我就好好好好好，我记得我以前常唱的，也是那些老伯伯啊，那些退伍士官都喜欢听的啊。我想大家也年纪大一点，或是听过的东西，都应该听过这首歌哈。小时候都我唱的不是儿歌，都唱这首歌。小河弯弯，流水不断来，河里的水草跟着飘过来，流水长在长大天外，问一声我的爱情哪里来。哎呦妈妈，真的是常常人家听着我说哎呦我的妈哟，这小孩子40岁耶，小孩子怎么给我唱这首歌啊，还有他的爱情从哪里来啊。哎，真的感觉仿佛有一点爱情。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有一次我就累积了大概10毛，就1块钱、我就去买了一个老爷车，那种老爷车是可以用绳子拉着，就会就这样走啊。我对声音的敏感度就很高，就很喜欢，常常出去就拉着他就。有一天有个小妹妹，也大概跟我那时候差不多3岁多吧，然后就他就说，哥哥，我这个我跟你买，就再拿1毛钱给我啊。我见钱眼开啊，因为唱歌就有钱啊。你要买什么？买车。我就说好给，我就拿从他手上拿1毛钱走，车那个老爷车就给他。然后我说，哎，妹妹等一下，我们去买东西。就我们就跑到杂货店，老板我要买东西，老板看1毛钱就给我们一根长长凤梨干。然后我拿到以后我还剥一半给那个妹妹，就等我们吃完了以后车也没了，车也没了，凤梨干也没了。后来人家说你看吧，难怪他说我的爱情从哪里来，常常唱这首歌。哦，说实在小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喜欢对音乐就很敏感，常常就用这个歌曲去赚1毛钱。哎，你们1985年到现在，这个喜乐成立也10多年了，对，而且你还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也有上千场的演唱会的这种，差不多6000多场，6000多场，去过40几个国家。哇，哎，从中应该有一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经验。我讲一个经验好了，我们出去演出，其实我们重点就是宣教之，我们通常都是宣教之旅。好，因为我们去有一次去越南去演出，我们送手杖，我们有推一个活动叫万丈光芒助盲包，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台湾人的情、台湾人的爱，借由在台湾募来的手杖，能够送到东南亚或是世界各地落后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视障者，他们都只能用树枝、木棍，有时没有钱，这样很危险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就是送到越南去，那我们就去探访。那我们原本想说，我们探访完毕哦，我们就要去血拼啦，因为自己带了一点零用钱嘛，对不对？大家那天探访完毕，那天没演出就探访，然后就可以去就去逛一逛。后来每个人都把零用钱带出来了，然后在探访过程当中，那也是一个视障者，是中途失明的。你知道我们喜乐每个人围在他旁边，听了以后每个人都非常感动，哇，世界竟然还比我们可怜，可是比我们更坚强的人。后来每个人都互相捏大腿，德昌就开始把他的手伸到我面前，我就干嘛？从他手心摸到，哎，怎么有钱？后来我懂了他的意思了，我也把我口袋的钱拿起来折叠在他的那一嘴上，我又捏旁边的袖珠。他看到以后，哦，知道了，也把他的钱折在我的钱里面。到第4个以后，就大家都知道意思了。最后，
旁边工作人员说，哎，没有这一招啊，什么忽然间他们也没看到我们在准备，你知道吗？忽然间那个人就把钱给他。为什么？我们并不是在标榜我们怎么样，就说你知道吗，我们的需要真的比别人还有人比我们更需要。对，没有错。你知道那种感动哦，让我们觉得好心神啊。哦，我们大家都觉得，哎，怎么都有那么有默契，你知道吗？怎么会这？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演唱的时候，有一次在这个新加坡的应该叫做死刑犯监狱里面，你知道那些都是大哥级的，甩都不甩，有的去教化的时候，他理都不理的。可是我们去唱歌的时候，唱给他们听，我们把我们的心路历程，甚至我把我成立帮派这个历程也跟他们分享。那后来讲到我怎么改变，当我们在唱奇异恩典的时候，我们说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哎，你知道吗？他们重刑犯、死刑犯都是手镣、脚铐的，对不对？你知道吗？一二十位哦，不能走，从后面跪着，你知道吗？跪到舞台前面来，要我们为他们祷告。你知道那种感动，我们不只是为他们祷告，抱着他们。那种人生哦，彻底被在最后要结束的那一刹那，生命被改变，就好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旁边的那两个罪人一样，有一个他求耶稣基督接纳他的灵魂，对不对？那几个，我看我们感觉到就是，当他们也是要死了，可是，在最后一刹那，神借着我们这个卑微的这些不方便的残疾人士，竟然能够让一二十位死刑犯很尊。死就死嘛，都不怕死，那些人竟然跪在神的面前愿意认罪悔改。所以说你知道有很多很难忘的一些这个你知道，我们本来越做啊，我们越觉得说这个使命不赶快做的话，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被神接殿家，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要比看谁在天家的房子最大最漂亮的。哎，纪伟，你除了能唱能弹还会创作，像刚刚一开始我们听到你创作诗歌，对，而且你现在还创作儿歌。对，因为我说实在，因为我们儿童教育很重要。因为你说实在，儿童是最天真的、淳朴的，你从小把一些正确的观念灌输给他，那真的对他成长有帮助。那我们又在推广如何与身心障碍者相处，那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种有声书，当然对小朋友掺杂一点歌曲哈、哦，那他会唱了，自然而然就把这个观念记住了，对，好、哦，所以这种是我也是目前对儿童的一个负担。哎，你现在的生活真的很多彩多姿，哎，我们希望你在最后能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是从黑暗真的是进入光明，甚至彩色，对，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其实我要这样讲啊，就说有我们常常说不经一夜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过去我真的是在埋怨我的父母。真的，我说实在，你对我的父母这一块，我一直到我信主以后，我真的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原谅他们。我甚至去宇宙光上这个上同理心跟成长团体，我真正第一次感觉到我需要原谅的时候，是在同理心里面去，特别是耶稣教导我们要去原谅饶恕。当我去想到以后，我才感觉到说，原来我的父母他们用心良苦。如果他今天不把我送到孤儿院去，把我留在他们身边，我可能今天是被关在家里，可能生病死了，或是今天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也不会了。后来我恍然到，我感谢他们。当我今天认识主以后，我甚至也感受到，真的，我今天或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神要装备我，去帮助那些跟我一样失去父母爱的人，或是跟我一样眼睛看不到的人。这都不是偶然的。当我过去在埋怨的时候，是因为我没有，事实上我拥有的比别人还多，因为我用心看世界，我并不受到一些环境的因素而我被打败，而我走过来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我认识刘霞以后，我看到神虽然拿去了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可是却开启我们最宝贵的心灵的眼睛，让我能够透过不同的恩赐去帮助好需要的人。而且你知道，我们不管到国外，到好、哦、我们到国内的一些监狱、养老院或是孤儿院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拥抱，我们唱歌，我们甚至于在分享我们生命见证的时候，这一切一切哦，都在装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得我们的生命更美，而且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所以你刚问我说，这些经验哦，我只能说了。真的都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可是我只能说，我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见证，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不埋怨的人，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懂得去
分享而且懂得爱的人。李继吾认为每一次失去都是永久的开始，就像他失去了视力，但是他却有更好的听力，还有好的声音以及好的记忆力，所以没有一个生命有悲观的权利。也所以在李继吾的生命当中，虽然处在黑暗，他却看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别人的需要，还有自己更大的责任。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这一位啊，全台第一位视障的录音师啊，这个李继吾老师啊，我跟他很熟。这个喜乐四重唱，他们这几位真是各有特色，而又加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样的融合。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位老师在童年的时候被送到了孤儿院。因为看不见，可是别人不知道，就这样子被打。所好的是当人家告诉他，告诉那位老师说他是眼睛不好看不见，所以后头那位老师竟然会请他吃牛肉面。我在想，在今天，在许多的弱势的团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人还是在那种阴暗的地方，在那里躲藏着，在那里哭泣着。唯有上帝的救恩才能够帮助他，能够使他脱离了阴暗，走出了死荫的幽谷。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李继吾老师他自己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了生命中间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得到了非常好的一种充沛的一种经历，我们会有平安，更会有喜乐。主，我们求你帮助在许多这个身心有障碍的朋友，或者许多有委屈或者健康有问题的朋友，求主你自己的慈爱，你的怜悯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接受主你是他们的救主，你拯救他们，你帮助他们，像他我们的李建武老师一样的，能够因为得到了救恩，而后面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为这些需要的人，为每一位，我们献上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我相信我们人人都需要耶稣，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也许你正在风头上，你觉得我靠我自己这么多年走过来，但是走到最后你会有孤单的感觉吗？朋友，唯有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才有的是那个永恒的平安。当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家人能够永永远远地相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多幸福的感觉。但是若是我们自己不依靠这位主，这件事情不是太容易做到。愿上帝的恩典临在你跟你家人的中间。